我们刚刚有稍微提到哈，刚开始的时候是英国有突变种，后来又非洲又有突变种，啊，现在全世界突变种一大堆。哦，这个是美国的 data， 美国也有突变种，这个突变种在美国2000多例，这个有60几例，这是美国地图 ，Florida、Wisconsin、Michigan， 还有 California， 他们都有这种怎么样的 variant， 就是那个。也是冠状病毒，但是突变的冠状病毒。那么这些突变的冠状病毒跟现在用的这个靶线会不会有效 ？Nobody know， 不知道，可能会有一些会没有效。就像我们的那个，我们每年都要打那个什么，叫伏鲁夏一样哈，一样。就这可能将来就变成这样，因为伏鲁夏当初就是因为100多年前西班牙那件事情嘛，那时候死的人比现在还多。OK， 好，所以呢，这个看样子呢，这个突变率太高了。所以瓦辛有没有效？有，但是会不会就全部都不像 SARS 这样不见了？不会啊，大概还会在。所以药物还是会有用。那因为药物有用呢，所以呢，我们在做研究的时候呢，大家做研究的人就说，你不能说你什么都做了，可以啦，如果你钱很多，时间很多的话，但是通常都是用你的 expertise 去看去病。这里哈，跟各位分享一下有没有 data。这是自由时报的一个头版哈，这是我们做的结果哈。我们发现哈，在水果还有红酒里面的一种compound叫做单宁酸，单宁酸在很多水果里面都有。结果这单宁酸有抑制冠状病毒的作用，所以这个东西出来的时候呢，哇，糟糕了，这个发表之后就是开始有这个法国啦、美国啦。这那个喝酒的那个 reporter 啊，因为酒的 market 很大，那他们有一些记者专门就在写那个给那个叫做 wine reporter 哈，就开始打电话给我，跟我 interview 跟谈哈，他们就希望说知道。那现在我们还在继续做之中哈，我们只知道酒里面还有水果里面的单宁酸有这个作用，但是那个作用那个浓度呢，如果你要达到说可以抑制冠状病毒的话，我们做了一个很简单的 calculation 哦，当然每一个人都不一样。但 assuming everything is the same 哦，最少你一天要超过1-2 liter 以上，才有可能勉强达到那个浓度了。1-2 liter 你可以喝得到了，哦。但是如果这种我们食物里面有的compound，假如有这个功能的话，是不是要把它拿来做治疗呢？当然这个也可以。另外一个观念就是 why not？我所谓预防的意思就是说，好，今天假如说周老师，你有爱啉酒无？我安尼问错人，无蔡老师嘞，我是无人啉，你有啉酒无？我讲伊两个得，有啉酒，爱无啉酒 ，assuming everything is the same。今仔伊有啉酒，爱无啉酒？我们现在在讲说，冠状病毒 infect 你的时候，为什么说有时候会有什么什么什么 false negative， 或者有时候说在台湾没有，那么到国外之后就是有，因为你可能 infection， 但是还检查不出来，对不对？因为你的量很少，其实癌细胞也是一样。那假如说 everything 都是 same， 一个人有喝酒，因为他有低浓度的抗冠状病毒的药物 hanging around， 另外一个没有，在这种情形之下，如果他们两个正好都去一起去吃饭。正好跟周老师去吃饭，我 assume 了哈。周老师讲，我靠，要已经得了 COVID-19 positive， 叫陈世忠抓到。我阿姨就开始在调查，哇，你当时吃饭，吃饭什么人？就把你们两个抓出来检测。在这种情形之下，有喝酒的那个，他的机会，那可能机会比较大。我没有说一定，但是机会比较大，因为你有低浓度的这个药会抑制它，在你浓度很低的时候，你可能会有掉，所以。外籍这个记者哈，这个叫做这个记者来看我讲一阵哈，最后他写那个文章就说，他说洪教授最后的一句话就是，他说 "Be safe and drink wine"。